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来玩这款史莱姆联盟，怎么画面会闪一闪呢、啊？进来看看，我画面会闪一下、欸，我不太稳了、欸，这个游戏画面，会闪呢、啊，观察一下。可以移动是不是？好，我来试一下摇杆。我现在想说，它画面在闪的话，我要怎么处理啊？如果不严重就算了。这种玩法感觉就是。探索地图，打怪，获得资源，解锁我们的伙伴，然后之后会回到村庄去建造我们的村庄。好，点一下，游戏会闪烁啦，哦，大家将就一下，因为我刚刚用32位元，他说不能玩嘛，我现在用64，然后这是 QOO 的游戏。我们小声一点点，音效比较大声，然后就给他挂史莱姆联盟啊，全部都史莱姆哎、欸，群殴他，没有任何技巧，全死了，从头玩。啊，这个勇者的头盔，早期的那个勇者斗恶龙一代的那个勇者就是戴这种头盔，有角的头盔，有点像那个维京勇士。签到是不是啊？7天，然后每月签到一下。然后这是我也不知道干嘛，有 bug 没有？有 bug， 各种 bug。这样游戏不行啊！啊，探索，有肉肉有没有？帮助大兵，给他肉肉。这种玩法最近也蛮多的、欸。他们有一个小地图，让我们看一下。反正可能过不去，这个应该是过不去。啊，去收集肉肉。啊，我们有那个弓箭手啊，弓箭手在哪里？找一下他，在这里。有都没有那个提示一下？没有那个箭头提示一下？好，弓箭手，白色原住民，敏捷型。啊，史莱姆也是一个大题材啦。啊，要砍木头啊！砍完木头，我们就可以收集资源，然后回村庄去升级我们的武器啊、装备啊、等级啊、攻击力啊。好，10个了，可以激活一下。这种游戏我玩过蛮多款，但是我都没有一款是玩好几天这样，都只有试玩一下而已。消灭敌人，好，重建一下村庄，那我们就到村庄里面去。到时候会有传送啊、魔法阵啊什么的，开门啊。啊，箭头出现了，告诉我们要去练等，打那个蘑菇。
画面有点闪啊，又有点感觉有点小 bug， 就很勉强还可以接受一下，啊就忍耐一下，然后再试别的魔器，我懒得试了。这个应该是有点像过年时间的活动，是不是？灯笼活动。啊，奶妈出现了，她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呀、啊？在这里，肉肉不够啊！这里有肉肉，有肉跟木材，那还有那个紫色的水晶吗？矿石。好，我们去收集一下这个木材，还要回村的，要不然我可以直接传送回去。欸，他这个可以直接传送，不用开传送本。有的要开传送本。那我们也可以直接传送到刚刚的地图。啊，一些天赋啊。这个东西。好，解锁。不能动啊！解锁。啊，没资源了。次元门也开了，可以直接这样传送。不传送，用走的也可以啊。这边有地图，我们在这。一开始我不知道这是地图啦，但是刚刚教学有说嘛，谁知道？我们要打那个老鼠啊！哎，这个毒娃娃。老鼠嘞，老鼠还不出现啊！老鼠，可能不在这张地图哦。我这边可以挖矿，有没有？我挖矿，就这个矿啊。矿好像比较不多。我们看地图啦，它在上面吧，哦。那个老鼠应该是下一张地图的怪啊。啊，需要木材20个才可以开。哦，有的砍了，有的砍了。采集资源，解锁地图，升级我们的天赋，就这样子的玩法。这个是可以直接回去吗？好的，次元门啊，就是说直接可以开门直接回去。好，我们去下一张地图。只为了消灭老鼠啊。他这个是用地图模式的，我之前玩的是迷雾啊，解锁迷雾。欸，没有老鼠啊，老鼠在哪里啊？老鼠在哪里啊？先把这个青蛙干掉，点击一下，在这里啊，它要显示的。那我们继续找，出来这个老鼠皮卡丘，我们的职业目前已经满了啦，就是战士嘛。弓箭手啊，法师啊，骑士啊，好，这是应该是 BOSS 吧？巨型蝙蝠一只，你可以点啊，他会告诉你我在下一张地图。反正已经会玩这种游戏，就是一直探索啊，其实蛮杀时间的，就你不能挂机这样。
啊，我们又要木材，可恶！好，砍了、啊，当个称职的农夫，多砍一点好了，反正下一张地图要砍。顺便挖矿。福利，这什么东西？去广告？我不晓得哎。获得了一个天行者金色，我不知道干嘛了，返回。然后这边是设定嘛，语言的话就有两种。其实那看起来就一种嘛，这个是去广告吗？九分钟哦，九分钟。然后这是旅馆刷新券，然后这个是游戏统计，然后这是开东西签到，这刚刚都看过了嘛。好，我们去干掉那只 BOSS 吧，巨型蝙蝠。像这种玩法，慢慢的也都越来越多了。去年就玩过好几款了啦。还要再点一下才可以过去。哎、欸，怎么马上就出现了、啊？有点痛哎、欸，也有快跑。我还以为只要挂着就好了，原来他还会放一个 AOEG 啊。好。怎么跑去打我们奶妈、啊？哎、啊，有装备了，有装备啦！我现在比较纳闷是，我们养成一定要回村吗？我刚都没有看到那个养成的部分呢、啊。好，我们要回去，就吃原本功能，立刻回村。这可以再立刻回去刚刚的地方。啊，这边有箭头告诉我们要往这边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那个箭头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旅馆嘞，建造史莱姆这尊建造旅馆啊，你看他这个箭头乱来。我想说他会引导到正确的路上。OK， 可以招募新的英雄啦。招募，好，这可以升级了。就是你抽到同步英雄有碎片嘛，可以升级一下。哦，找到了这边。我就说嘛，怎么会没有？一定有啊。目前没有装备。好，升级了。这个可以换，我也不知道换谁。这只感觉是法师嘛，怎么换不会？怎么没有卸下的功能呢？没办法拖啦，是不是这个啊？这个吧，自动配置没有，他没有换下，我们把弓箭手换下来好了。哦，他没有换配奶妈哦，就是这个自动，他把奶妈消掉了、欸。他那个设定怪怪的啊！好，消灭二十只灰狼。我们在这边，我们传送门在这边嘛，所以我们必须这样子过去就可以了。那就回到刚刚那个地方。然后你可以再看一下，那这个传送门没有冷却，有的会有冷却时间。这个传送门好像随便都可以开，好像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地图。往不对，往右边走。好 ，go go go。
木材我们看看，哎，又有蝙蝠了，把它干掉吧。既然我都升过级了，应该会蛮好打的。而且我这边还有个幽蝠啊，一个飞碟史莱姆。好，一样有宝箱。BOSS 通常都是时间到，时间就会他时间到，他就会把它刷新了，重新刷新这样。好，打败20只灰狼，其实这个游戏是不错的，就是有一些小 bug 啦，有点画面会闪一下，闪烁一下，嗯，然后那个这个都是代码，都是很奇怪的代码，就用鞭炮来开奖，可能是 bingo 吧，是不是？一连线、二连线、连线 bingo， 看起来是连线 bingo 啊。好，我们要打这个大灰狼，怎么变成这个奇怪的东西啊？一种鸟是不是？嘴巴尖尖的鸟。反正肉是最多的，最不缺的，因为打怪就会掉肉，你可以理解肉是金币啊。好，这边有神秘洞窟，就是一个小 boss 小 boss 关卡啦。那时间的关系齁，我们进去探索一下。我每次探索到这种地方就差不多了。有人加入我们欸。这个好像有一个弓箭手。暗黑妖精是不是？哦，不对，他好像会放冰箭欸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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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有蘑菇欸，蘑菇可以采吗？不行，只是装饰品。嗯，哇，打完怪就直接到下一层，那你也不用找那个洞，跟着讲，你也不用找楼梯，这边有蜘蛛，会下蛋的蜘蛛，呵呵，干掉、哦。呀，那个帮助我们那只太强啦，手出脚，对不对？冲啊，好多蜘蛛，好多蜘蛛。哎呦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光线？哇哦，石头巨人都来啦！别！哇，痛！我有人死了，死的会变成棺材啊！158奖金不会看广告吧？还说这游戏目前没有广告？好，消灭丛林蛇。这边要往下，那我们玩到这边吧。这种游戏我是还蛮喜欢玩的啦，就探索嘛，然后移动一下就可以放置战斗，你也不用在那边按技能什么的，也算蛮轻松的啦。半放置，那我们可以立刻回村，好像也没有 CD 耶，他真的没有 CD 耶，你看他没有 CD， 随便用。我玩别的游戏好像还有一个冷却时间，让你不能任意回去耶。好，养成一下训练营，我可以继续养成解锁。我现在等级是5啊，所以基本上日元够的话就可以练满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